啊，记者陈世律师哈，啊，各位议员，啊，各位主席的老党员，大家好。啊，咱看这间啊，俊武吼，我甲因老爸是吼，宜山乡草根联谊会，我咧做会长，因老爸咧做总干事，所以迄当阵就看伊，看甲真当阵。伊人还未从政，因为因老爸一世人行来就是早期无，还未民进党，伊就当就是党外。迄款的精神吼，真正使人甲钦佩，所以我是甲因老爸学习。啊，了后。这伊呐，行路呢，一路来，一拢无客，包括伊咧做议员时阵嘛，非常非常的客气，哦，袂讲咧议员做咧吼，都啥物物件袂记咧，因老爸较早安那行来袂记咧，所以有一块的人才，我唔忙，反正无爱有新的人，新的事情来做，因为我曾经嘛代理过主委，真正做主委吼，啊有真侪力量来改变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有真侪老的党员。渐渐地流失掉，非常的可惜。啊，为什么这些人当然是拍拼，这些人有骨气，硬骨啊，这些人拢走。所以这嘛是爱，哦，做路来重新搁找党啊，做党员的公民。啊，所以拜托大家会当用上热情来搭下手，和少年人会当来为咱大家来拍拼。感谢大家。好，感谢。啊，感谢咱金枪主委吼啊。除了咱老党员的推荐以外吼，咱现场嘛有真侪咱俊武的同事吼。啊，我即马是来邀请咱老天王老议员，吼、哦、来替咱的陈俊武吼，伊、哦、的同事吼、哦、来推荐啦吼。好，咱议会啊，咱各位同仁啊，各位资深党员好朋友，大家早安。